音乐。一个空箱子，变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婷婷，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志玲姐到底是怎么把我变出来的呢？我想不一会儿就会有许多热心的观众朋友要在网上揭秘林志玲，今天还真不用您费这功夫，今天让我来揭秘我自己，好戏开始了。首先我们将舞台做了一个180度的大旋转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魔术背后的机关暗道。这是一个空箱子，好的，现在各位朋友请您睁大眼睛屏住呼吸，我们一起来期待奇迹的再次出现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哇哦，志玲你好，真高兴见到你。首先呢，先恭喜志玲，也欢迎志玲加入我们的魔术界。朋友们，我们给志玲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建中，我要为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我的魔术老师，来自宝岛台湾的魔术老师丁建中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建中，来自台湾。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见到大家。下面的时间里呢，我要请所有的朋友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屏住呼吸，感受不一样的神奇，就是魔术的神奇魅力，对不对？我们立刻将舞台交给建中，有请。谢谢志玲，谢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常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建中，到底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东西，什么是真实的，而什么是幻觉呢？今天呢，我就要在春晚的舞台上告诉大家，在魔术的世界里，真实就是幻觉，而幻觉就是真实。在我手上准备了两张报纸，我给左手边的朋友看一下，打开第一页。好，再来中间的朋友，我们打开第二页。好，看看最后一页，右边的朋友。两张非常普通的报纸拿在我的手上，我要来做一个小小的考验，考验大家的眼力还有脑力。好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现在我将两张报纸呢对着中间的位置，轻轻的划开一个小口，然后将两张报纸对着中间的位置慢慢的给撕开来。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可以告诉我，现在我手上有几张报纸？四张，答对了，恭喜你。当然我不会问那么简单的问题了，待会会越来越难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睁大你们的眼睛仔细的看，用力的算。四张报纸对着中间的位置撕开来。好，
再试一次。再来一次。请问现在有多少张报纸？32。哇哦，我发现我们朋友的眼力脑力都非常好。我决定出一题稍微难一点的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。我再试一次。哎，请问现在有多少张报纸？63。为什么还有个位数？哦哦，还有一张没有撕下来啊、哦！要考倒大家，我发现非常的不容易。好，把最后一张也给撕下来。我想呢，刚刚我在撕报纸的整个过程里面，大家应该都看得非常的仔细，不单单呢是用眼睛看到我把报纸给撕开来，耳朵好一点的朋友，或许还透过麦克风听到我把报纸给撕开来的声音。那么，如果刚刚大家从头到尾所看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真实的话，那我的手上确实有64张报纸。不过呢，就如同刚刚我所说的，魔术呢，真实就是幻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手上始终还是只有2张报纸。当然呢，要再一次打开来给朋友验证一下，是不是刚刚的那2张报纸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第一页。好，打开第一页。好的，再来我们看看第二页。好，看看最后一页，第三页。没错，2张报纸，有神奇的复原来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、hey, 谢谢，我们也谢谢建中，你好。你 好棒哦，好神奇。但是建中啊，我觉得你大老远从台湾飞过来，对，如果就表演这么一个魔术好像有点不过瘾，有没有更精彩更神奇的？大家想看更神奇的吗？那当然有准备。下面这个节目呢，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所创作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大型幻象表演。哦，作为我的全球首演，我要把它献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。来，一起来看一看。请。董卿，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，这是一面镜子。没错，是一面镜子。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。对，透过镜子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。对，招招手好吗？哎，大家好。你们好。那这镜子有什么特别呢？问得好。我为了要让这面镜子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面镜子，我要麻烦董卿帮我一个忙。我准备了一个贴纸贴在镜子上，麻烦董卿呢在这张白色的贴纸上随意的签个字，做个记号，做个记号就可以了。对，随意的做个记号。2011可以吗？2011，对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经过董卿的签字之后呢，现在这面镜子已经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面镜子了。我要把它固定起来，准备一个黑色的框框。好，接下来麻烦董卿呢检查一下这个镜子的背面，随意的检查背面。可以敲敲看，敲敲看。很结实啊。结实吗？也很完整。结实。嗯，好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董卿还有现场的观众，当然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还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我来告诉大家，待会我将从这里穿过去。从这里穿过来？没错。我能检查一下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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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可以。我们来看看这后边，这后边是空的，而且这镜子这么结实，
你怎么穿呀？其实呢，我到今天为止还并不是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站在春晚的舞台上，我要挑战我自己。朋友们，从这一刻开始，请睁大你们的眼睛，感受不一样的神奇。没问题。哎，等等，简中，你是要穿了吗？对啊。现在就穿吗？没错。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摄像师跟你到后面看一看？好，行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